赞达拉人好像不怎么喜欢我。要是没有赞达拉的舰队，我们跟联盟的这场仗就只是找死。 我有适合你的东西，团结一心，高领涌前，望向天际。 向你的大酋长说明来意，看看你辛苦的成果。这是德瑞克·普劳德摩尔，你从深海里打捞出来的尸体，它会是我们用来对付库尔提拉斯的重要关键，也是一支粉碎普劳德摩尔家族的致命武器。现在只需静候时机成熟，多亏你们出力。 赞达拉舰队才因此加入部落，我们要做的就剩下给敌人致命一击，然后拿下这场战争的胜利了。我们需要赞达拉的舰队。 Roho.
区域的敌方部队会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大酋长希望有人把问题处理掉，千万别让他失望。接近了，开始前行。就这样吧。狩猎开始了，狩猎愉快。无论如何，我的家人都会安然无恙。雷克萨尔夫人，你杀了带领古劳的魔主，我们现在就要取你性命。光说大话，确实会躲在你的坦克里面，那就容易面对我呀。现在没有我听说过你们的荣誉感，不过我有你的打法，趁这台坦克发挥全力的时候，你们别想拖我一秒钟。目标，先找到目标。狩猎，就是为了拖延无可避免的死亡吗？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力量与荣耀。只有这里才是我的家。是库尔提拉斯人，都会愿意为带领上将报仇而牺牲性命。
狩猎开始了。也开始撤离，先回西风旷野。我的猎物接近了，开始狩猎吧。你做得很好，泽林，我们后会有期。雷克萨，等等，你知道我家人的消息吗？他们还好吗？何必对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呢？真的想知道答案吗？当然，我一定要知道。你的家人都很好，你的老婆在佐斯瓦的雅罗姆之地买了一间小屋，因为他们也帮助我。孩子们都头好壮壮啊，好，很好。但他怎么有钱？我死掉，转化之前，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。你请莉莉安·佛斯照顾好他们，他是个守信的人。佛斯小姐，我必须要谢谢他。雷克萨，也谢谢你告诉我。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很好，我就安心了。这没什么，注意安全，泽林。你要记住，这里对你来说已经是敌人的地盘了。服从大酋长的命令。让这些赞达拉人加入部落，英雄。想征询我的意见，我可是很贵的哦。快一点，一定要赶上期限。
有什么计划？再见。这一切都在我的盘算中了，时间、金钱，你懂我意思，让我来烦恼就好。
愿你路途平顺。很好，赞成一下。我刚搞懂哪个按钮能让这东西升空，大功告成，抓紧点，因为这东西会咻一下飞出去，它的燃料可是艾泽莱金岩宝贝。撑住啊，我想它会变得超快。哦，真的能飞！想象一下，联盟会多讨厌这个宝贝，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会一起坐上基玛特大肆破坏一番。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就呼叫道路救援来修理它。嘿嘿嘿，我不用额外付费就弄到了保险。
浪费我的时间，上路了。言归正传吧，说完了吗？我可是已经预约好要按摩了。快一点，孩子。比什么，我都要领先三步。这类物品太多了。
快把握现在，赚大钱！感谢你长话短说，朋友。你最好是来这里帮我赚钱的。这计划只有我们知道，懂吗？自由港的海盗越来越嚣张了，我们要在他们内部埋下混乱的种子，就用他们的坐骑来对付他们吧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祸从天降。你来有什么事？正义属于我们。哼，部落的代表。一定要让赞达拉的舰队加入部落，绝对要办到。说，小子。
你说吧。秘法的力量无尽无穷。要我去追踪什么吗？
下来上托拉。好帮手不好找。我内陆寂静了，开始狩猎吧。能量就在那里，我们只需要伸手去拿。服从大酋长的命令。联盟可不会慢慢等我们把舰队筹备好才来攻击。需要赞达拉的力量。快靠过来，这样才能做好伪装。我的魔法可没有厉害到可以掩盖这股味道。祝你安好。永远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家伙，真是走运了。长官，这是恶名昭彰的部落罪犯雷克萨，应该把他关进地牢里最深最黑暗的角落。哼，你有点太过火了。给我闭上嘴，囚犯。我们会带你到牢房去，之后你自己想办法。说不定啊，之后我们会带你逛逛，这可是个好地方。普劳德摩尔的金兵任你差遣。有事要报告吗？保持火药干燥，往前走，罪犯。这里，艾旭凡在这里。跟你说过，你们别想从我这里。嗯，这怎么回事？看来我们的伪装已经不管用了。你得跟我们走一趟，艾旭凡。放走我的人，他们很懂得该怎么让守卫分身乏术。狩猎开始了。Thank you.
我们通过，我就用魔法来引爆。出发！点燃炸药。我建议你离那面墙远一点，等下一定会变得很烫。他们来了，我们要清出一条路。你们之所以救我出来，不过是因为你们有求于我。你很聪明，艾虚凡女士，我们之间可以谈谈共同利益。看来我们要自己找路回去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战局真是多变，看来我们眼前的路很凶险。没错，朋友，部落又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。我们绝不屈服，保持警惕。我们需要赞达拉的舰队。